像父母那样，好像下肥的大气，干什么？初恋，一来就来怼我是吧？一人一花一辈子。那个男生他希望就是自己的爱情能够非常甜蜜，从一而终，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啊，男嘉宾啊，他说的有些话也对。男嘉宾啊，还是非常有风度的，有教养。啊，有教养，这是很有教养，很有绅士的，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恋爱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走进婚姻的殿堂嘛。那你不然你恋爱干什么呢？嗯，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观点，他的观点哪里长啊？视频最左边那个是。结婚了，那我还有别的吗？视频最左边啥？视频最左边、啊。所以，第一，这个男孩是真喜欢孟非。哦，那个视频，对呀、啊，不是我还是谁呀、啊？哪个仙女这么好看、啊？应该在婚姻观上，在婚姻家庭观上。是的，是我。嗯。你第一天看到我，然后跟现在有什么感觉？你看是不是挺会聊的？主动就往下一阶段扑了。看嘴皮，我去你的！嗯，很 A B C。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扣分，不太能聊得来的人。嗯，而且我主要就是特别讨厌油腻的。Uh-huh. 对，我喜欢清爽一点的男生，就这男生一定不能油腻。怎么啦？说了很多遍了都。油腻分长相油腻。Uh-huh. 你长得不油腻。说话油腻。Uh-huh. 你说话不油腻。所以我只要看这个人顺眼、嗯、就是不是那种让我看了就觉得嗯很下头的那种类型，我觉得我都会觉得慢慢后面我都会觉得很好。嗯哼，找打啊你。你有什么想问我的了吗？找你会选我吗？你会选我吗？不要笑，不要笑，你直接。你如果不选，你会选我吗？会啊。右边。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是。可以，我明天就去帮你要。到底。你早说啊！那天你早说啊！我直接给你要了，不就完了吗？然后我就一直想什么坏的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到时候就决定说。一定会选你。我隐形，我眼药水去哪了？就是这个。微信，都要微信。好。我对梦梦的感受，从第一天到现在，肯定是有变化的。可以，没毛病，好吧。你好。Hello， 万一发。笑的也挺美的，但是呢，这个感觉我还不是那么的肯定。你想吃吗？嗯。第二天就更自然，我也是没有完全的肯定，还是在观察。今天跟他录影是最好玩的一天，因为应该是单身吗？我觉得一起做了好多事。哇，你太聪明了。我觉得这约会挺成功的，然后他也挺开心的，肯定是希望说他明天选我，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再继续了解他，然后跟他发展下去。对，没有挖不到的墙角。挖谁墙角啊？挖我墙角吗？我有啥墙角可挖？如果我明天不选你，你会难过吗？会呀。说实话，会难过。我真的没会难过。会发微信骂我吗？发微信骂他。啊，我这期好像看过了。好，开始。第四期了。应该是第四期，嗯，第五期是吧？那这么快吗？这也吓人啊！这好，小姐姐是不是单身？单不单身跟他也没关系，好吧？啊，你远在国外呢，你想干嘛呀？对，我评，好吧，我平平无奇，好吗？我就是最普通的普通人。谢谢发的荧光棒，大家帮忙凑凑福星，还有四张办卡。
女儿们的恋爱第四季独家冠名思维师进口自然营养品思维师越吃越美。异地恋，异地恋不好谈的哟。997高端盐买雪天。女儿们的恋爱第四季刚刚合作，小芒 APP 恋爱潮玩上小芒节目同款限量抢，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六12点抢先看正片，周日12点尊享 Plus 版，有更多高谈宝藏未播，锁定每周五12点恋恋 Vlog。好家伙，我的眼线笔怎么都不见了？欢迎无声。代际情感观察类真人秀《女儿们的恋爱》第四季，进口自然营养品，思维师越吃越美。本节目手机给大家播，思维师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张耀刚，旁边是美丽的阿朵姐姐。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然后还有我们四位亲友们啊，这已经是第四周了。嗯。有的人马上就要进第二阶段了，这周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这周有可能涉及到人物关系啊、情绪情感状态啊，有很多的变化。明天给你要一个，先从张，凭什么给你要一个开始？对于他们来说，这真的就是一段崭新的开始，因为之前的旅程是由张雨绮来安排，而到了这个阶段呢，是由李秉熙来安排。张雨绮心里面是有期待的，对对啊。那么究竟？李秉熙的安排能不能达到张雨绮的要求？来，开始。哇塞，哇，感觉是他到另一个世界。别说话，我在画眼线。全是沙漠。哇，这个地方拍片很好看。拍片很好。嗯。出门。比较奢侈。嗯，抖了一下，哎呀。沙漠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然后呢，感受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开心一下。嗯。画眼线还不让你们说话，我手抖。那个，我给你看咱们要住的这个，叫沙漠星星酒店，它是一个星星状的这样。啊，好漂亮！吃什么呢？烧烤啊，什么的都特好。然后这个咱今天吃冰煮羊，真的不怎么吃。冰块化开以后再煮它，先紧，然后再把你画一个给我看。冰煮羊我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个汤会不会特好喝，但是很多嘌呤，感觉还挺懂养生的。真的是。对，马上快到了。哦，到了。哇哦，哎呦，啊，我的小景哥。Hello， 你好，小景哥。我们要坐这个车进去是吗？对，坐那个橙色的越野车。还带着琴。哇塞，我就不该说。啊，他就不画眼线了。太抖了手。我是到了个外星球吗 ？Hello， 快递员。哇。能看出来画眼线跟不画眼线的区别吗？外星球。我觉得我到火星了。欢迎来到火星基地。多画几次就可以不闭眼了。这绝对不是地球，我到底是不是在外星？我们俩别有什么遗言可以说吗？嗯，好甜呀，这个妆。啊！谢我快递员的飞机。我靠！哎，我的个妈呀，顶到我身上了。谢我快递员的阳光飞机。嗯。出发吧。怎么回事啊？哼。哪像你呀、啊，还骗亲亲。在这里边开车有点爽。哇塞！太牛了，太牛啦！我爱这个。我要再补个那个。好颠簸，哇！哇塞！他们在骗我要小姐姐微信。有个项目叫冲沙。哇塞！一会儿换个衣服，但是我穿什么衣服呢？我夏天的衣服都被我收起来了。没有几件衣服了。哦，这就是酒店房间啊。但我觉得我现在其实等于补一个妆，因为我已经跳舞的时候就是有妆，但是妆都被跳花了。都是的。哦，哇塞，这也挺好玩的。像个大帐篷，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我前两天晚上是第二晚上，算不算？有点不太真实，我跟你看。你要干什么？和观众约会吗？没有，跟姐妹去吃饭。我天哪！女孩子的之间，你懂吧？这个也太棒。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也就是交流交流化妆什么的。还有厨房，这是个概念酒店，我去过这儿啊。哦，怎么样？特别好，很舒服。谢谢江江的荧光棒。这边也是，正好约一间。来，我们画睫毛膏。对，这太爽了。你也在？对，你在旁边喝西北风呢。太美，这可不是一般的地儿哦。Oh, 我能出去吗？我感受一下。吃去蹭饭，你喝西北风吗你？哇，而且好舒服呀，好吗？天哪！我等会儿，等会儿我，哈，你等会儿我，我不行，咱你看人家那边都爬上去了。哦，好疼啊！脚塞啥子塞了？你塞疼吗？哼，就这，就不请你吃。你在旁边喝西北风嘛？小心小心！我在看电视，叫《女儿们的恋爱》，还挺好看的。真够棒！我觉得，其实明星也是人，他们的恋爱其实跟正常人也没什么区别。榜一的兄弟也带他们，万一看上我闺女，你也成就。对，我是红线，我是月老。哇！专业牵红线了。哇塞！那从这儿滑下去呗。滑上，嗯，我先来了你。哇！李炳熙从上个礼拜玩过高空秋千以后，现在就啥都敢玩了。乐感是对，害怕吗？好爽哎，这都不是事儿了。哎呀，又画到下面了。晚上直播吃饭吗？你也去？不行，那个姐妹她比较害羞，如果我在旁边跟你们聊天，她怎么跟我聊天呢？你们吃饭的时候，如果对吧，你朋友在旁边就晾在别人了，就不好。她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就是性格不同。谢谢你带我来这么美的地方，我要庆祝一下。你要看一下我都带了什么好玩的吗？你带什么东西？没事，等下次熟了一点了，我再问他可不可以。因为今天刚第一次出去吃饭，你不可能跟人家说还要直播啊。谢谢阿喵的小礼物。旅行装备很多。就是咱们晚上睡前可以看的书。睡前可以看的书。对。你觉得咱看得上吗？我还做了笔记呢，你看看。怎么看穿？我的天哪，这什么东西啊？这个盒子什么东西啊？哪盒子？哦，这个咱们喝茶的嘛，我们在沙漠里喝茶嘛。李希还挺讲究的，他还很有生活情趣。我的天哪，你怎么那么做作啊？你听他说你怎么那么做作？这个是什么？这个妆可以吗？这也不会很淡。不熟你约骗。咖啡。不是不熟，是走丢了。走丢了的话，咱们就有零食。你不懂。你不懂女孩子，女孩子其实你要说多熟，就是也不是特别熟，但是你要出去吃饭嘛，一起那肯定还是要，嗯，懂吗？芝麻丸，是防晒的，这是咱俩鞋套，很少有男生这么细心。然后我还把咱们的枕头带过来，这个是，哎呦呦呦，你干嘛呢？啊，我晕倒一下。不是，你还带了什么？你太可怕了！又歪了，你什么又歪了？之前是职业旅游攻略。你太可怕了！我不会画那种网红妆，他们那种网红妆画出来很好看的。可怕了！我都不相信你自己出门是这么精致的人。我自己出门，就纸袋人。那你为什么这么做作？是因为我吗？吃饭 AA？ 怎么可能吃饭 AA？ 搞笑哦！我觉得你有了女朋友之后确实改变挺大的，他自己出去的话他连换洗衣服都带不明白，然后他自己就故意去做一个我请他呀哎哎呀，这其实也没有带什么对的，你知道吗？他带茶壶这件事情我真的接受不了，就真的很做作。我觉得这个我真的要黑他一下，就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人，真的啥家底都往外带，我不是很同意。不用那么精细的，我不在乎这些事情。
我觉得可能丙烯他是想要的是一种浪漫过程，因为这一次是由他来安排，谁来安排的时候就想尽善尽美。嗯，对，丙烯他喜欢那个想象的场景，我们坐在欢迎水晶有闲情妹妹，不是人家要给我介绍活，是因为要有拍摄活动，所以请人家吃个饭不是应该的吗？行李箱我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像是一个小男孩长大了这样子。嗯，丙烯会觉得好不容易由我来做一次，嗯，我也想要给你带来一些惊喜。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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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们可以吃冰主羊吗？收到吗？请你。在哪里吃？不会在外面。我请你吃个屁。问一下管家，可以不？啊，你好，我们就是晚上要吃冰主羊，您操作一下。请你吃个屁，请你吃个屁。谢谢。嗯。辛苦了，这个怎么搞呀？我们来学习一下。哇哇，这就是冰啊，这把羊肉都放上去。对，我们把羊肉铺上去，我做成一锅就这样做了是吗？然后多盖开火，大概五分钟就可以食用了。好的，我们自己来好了。要换个衣服吧。先调个小料吧。Hello， 丽宝。来吧。口红带着。我现在只吃你。随时补妆。怎么样？那主要是拿着。哎呀，可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没有衣服可以穿了。JK。不行，穿 JK 是没有气场。太少了，不够。这里有吧？对呀。我怎么这么笨呢？那穿什么呢？不是你笨，只是你需要我而已。也不能太刻意的，穿个稍微随意一点的。特别需要。他们两个人看，如果光打在脸上还是很好看的。对。他们俩这歌词都能对得上。不是我很笨，不是你笨，是因为你需要我。哎，可是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了，穿裙子。但是我裙子穿个睡衣就很随意，滚。穿短裤，但是我短裤腿又太长了，有点掩人注意。哇，你这么能吃饭？穿，交给你说话。哎呀，纠结穿什么呢？你这么穿，皇帝的心，随便穿不行，怎么能随便穿呢？再给你来穿短裤，短裤会不会有点放着凉了？不太方便，穿个比基尼。嗯，这几天咱们大概我出去找一下衣服啊，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下衣服。因为我是给你穿准备了一个，哎，我先穿了再说，试一下。我就先不告诉你，没事。告诉你怎么知道？我问过你，但是你不知道是哪件，没事。好了啊，你平常就在这样子啊 set up 啊，设计你这是说的就不好，这哪是设计，这叫安排，那叫设计哦，我愿意接受安排。好吧，我说还是什么就是什么，好吗？好嘞好嘞，可以。咱俩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在夕阳下接吻。这也就是你觉得有意义，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从最普通的事情，最普通的事情。你明天这样吧，你对着西安给我唱歌剧好不好？我唱啥？你唱唱你自己，我知道你自己会唱啥。哎呦，好尴尬，我在沙漠对着一个唱歌剧。你只有这种宏大的背景下你才能唱那种歌，你觉得你在 KTV 唱合适吗？你觉得你在浴室唱合适吗？你觉得你在这里唱都不合适，只有对着那个咸蛋黄唱才是最合适的。怕什么，我们就我是你的粉丝。你听我跟你说，咱们在夕阳下接吻，然后把那个太阳就是放在中间，然后咱俩就不一定碰到，把那个就含在这个地方，然后找个角度给你拍一张照片。我就问你拍没拍过吧，你要拍我绝对不拍。那我还是太年轻了，我没拍过。来吧，
你都从哪里看到这些奇怪的装备？你怎么想到这些奇怪？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拿手在太阳圈起来，天天玩这个游戏，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请大家解释一下啊？好吧，我为了满足你，我骗了你一下。哎，丙烯太厉害了！你看，他就用了一种很好的方式让雨琦接受这个事情。对呀、啊，但是他们两个对浪漫的理解不一样吧？是的，对于这个雨琦来讲，在夕阳下，他可能戏都拍过多少次了，明白我意思吗？但是对于丙烯来讲，他的阅历和他的就是年龄来讲，这就是最浪漫的。是的，人生阶段不一样，对浪漫的解读也不一样。对，啊、而且他们两个即使是这个意见不同，但是都可以，总有人愿意去接受对方。对，他们会去都去尝试一下。而且他们有一点好，就没有某一方特别坚持某件事情，这个就很好，也不会说让谁下不来台。莎莎，就像我作为姐姐来看，我如果在旁边，我一定会说，如果对方如果说了三次以上说他不愿意，就不要再强求了，因为接下来可能会让自己很尴尬，这种尴尬之后会影响你们后面所有的行程和所有的计划。对，以上免责，那要向他们学习。咱还会抓鸡，你怕吗？抓鸡又是什么？好怕！我最怕尖嘴尖角的动物，我是不可能碰这种动物的。我要做到，你会不会很崇拜我？反正你会在我这里有了那个高光。那行，我明天一手抓一只过去，要不奖上再垫。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个大娃娃。对，然后。我觉得从他的表情来看，他也是很喜欢，包括这个安排啊，吃火锅啊，这个就是还是很懂他的这些点。我没有什么不满，就是我觉得小伙伴啊也挺好的，因为这里不一定天天都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事情。嗯，感恩吃饱了。我们可以稍微关关灯什么的吗？灯太多了。哦，舒服。突然一下舒服了。好，你看，群里发了，我真的很需要一个人在我身边，就是那种天天陪我练琴，闭嘴就是乐理，上句下句就是弹琴，引领我走向人生巅峰的那种。你是说你需要一个这样的我先生？你一直就是。对，我不就是。你一直每天就是催促让我天天练习。我都好久没有听到家里有琴声了。最近确实是，我最近想拍戏就是比较多。拍戏？他在拍戏吗？他有这个兴趣。那别人会问你到底还拉不拉琴？对，那天我跟。然后说我碰到好多人了，我前两天碰到徐峥了，徐峥还在问我，就说啊，他不拉琴了吗？我说那怎么可能？他是要拉琴的，他一定还是要拉琴的。我说我一定替你转告。我身边的人，然后和我同学啊什么就问我，就是为什么有去做这个演戏啊？包括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私信能发到我，确实能看到啊，就是说啊那个怎么就一跟你谈恋爱，然后又拍戏什么这那的，就是。在这时候，那我纠正一下，人家拍戏是在我认识之前就停了。我的来源就是说我，包括我之前也说，我需要做的更优秀。有什么时候，就我内心，虽然说你觉得我好像啊 ，OK， 你不用什么压力很大。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就现在这个年纪，现在这个时间，我有一个想做的事情，我还不能卯足了劲去拼一把的这个精神都没有，那我干嘛呢？我40万拉琴啊，拉了20多年了。我现在我不可以拓展一下我自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辈子就这么短，已经20多年了，再过些年就30年了就。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没有人阻拦你。对，我就说我其实就是你。你是在自己给自己打气是吧？对。哦，我明白了，你是在自我疏导，就是我们没有觉得你不适合呀。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谈心就是这样，就包括群里面，就你能给我一些东西，其实我自己内心已经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方向了，那只不过跟你说完之后，我自己会特别清晰。不是，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想去演戏就好了。
生活热爱，生活喜欢。好了，就这么简单，就是干得好了，没什么那么多理由。然后呢，那你又不是来拉琴？其实说实话，我怎么了？是这样，你这样去回答我。换了件衣服。其实更多的是你也不用那么爱是吧？不是，是这样，就是更多的是丢不下，那就是深爱了。那这个转化成为另外一种情感了。好了，这么来着，言信是你的热恋，拉琴是你的亲情，你是在两个阶段里面。所以，如果你喜欢，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件比较。你不能把你的亲情放下。对，你在热恋的时候，你也不能忘记父母。好，穿这个吧。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举得好。而且呢，就演戏这件事情呢。可以不？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上面该怎么搭了，就是这个搭牛仔裤行不行啊？这个跟。最差最差的心理准备，可能你最后可能啥也不是，然后就还是该干嘛干嘛去。我觉得完全能接受的，对，我觉得是这么想的。并且我也没有觉得你们的行业，因为你们行业非常需要人才，而且我是真的不希望你因为演戏这件事情，把你的主业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事情放下，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战区在这儿明确这个态度很重要，觉得就是是确实是挑战是很大的。我这么跟你讲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像比如说我比你工作早了几年，我没有一手遮天的能力，我根本就帮不了你任何事情，这其一。第二点就是如果我愿意帮你，就是觉得我觉得我愿意分散出一部分。还有人在吗？你是我的男朋友，而是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或者我身上觉得你这个人身上有这方面的优质的特点，或者是我觉得你的条件或你的悟性能够去做这行业，所以我们才愿意伸手去，大家去帮，就顺便的去帮一帮，或者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去带一带，或者去告诉你该怎么怎么用。真的，我告诉你，没有人有这种精力天天的去，因为自己的不加的功能就非常行，都不能过来了，每天都睡不着觉。所以说大家愿意跟你说的时候，是真的觉得你这个人还行。哎，我跟你讲，独立行走特别重要。其实我跟你讲，你一点都你会比我还，就是你肯定有很多方法比我要很多方法。我是靠直觉性比较强的一个人。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我是特别特别，虽然说怎样谈恋爱，你也知道我是特别，就包括工作人员，小鹏也知道，就是我特别不行，就是在这方面就是。一人做这样，我会特别就是，你懂我这种感觉，我一定要自己能独当一面才可以，不能在任何方向。我这样，我至少是个。还有人在吗？怎么换了个衣服回来没人呢？鼓励特别多，包括就是真的是。哎呀，我觉得鼓励多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我觉得应该打击打击挺好的。那不打击你怎么办呢？都就跟你说好话，然后过两天。很神奇。是啊。对吧？越打越强。他是很支持我做我很多想做的事情，包括演戏这个事情，他会给我提很多的建议，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任。我觉得我还需要更优秀。你加油，非常好 ，nice， 来。干嘛呀？击个掌。哦。拍戏真的是挺有压力的一个挑战，但是他自己还很喜欢，然后自己很想去尝试。就把握机会，那就让他就变成人家自己的事业，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吧，年轻人吧，对吗？我要拼搏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关于我的音乐呢，我是一辈子要去做，而且是热爱。然后在演员这件事情上，我会去尽我的能力去把它做到我心里做的最好，至少要做给自己。没人，我下播喽，好像没什么人啊。走。我就等着一会儿出门了，就穿这个吧，因为没什么衣服，就是穿裙子也感觉不方便，还是穿裤子方便一些。啊，就不带东西了。我挺喜欢张雨绮和李炳熙刚才这段聊天的这个态度，因为他没有一个前辈的身份就压着说你。阿喵还在吗？行做不行，没有做，没有做，简单粗暴的这种帮人去判断，
这样的事情，而是把多种可能性和基础态度都摆在这里。他没有反对丙烯去朝演戏的路上去发展，但是他非常的在提醒丙烯不要拉下专业。对，我觉得那如果对于演戏这个角度来讲，那欢迎十岁，在这个过程当中，与其他一定是看的，谢谢十岁的荧光棒，包括像比如说丙烯，他可能他换个别的吧，没啥好看的最近。晚上大家记得吃饭，十点多了，五点多了，十点多了，话都说不利索了。天上月亮扬起的一抹的水面，柳岸思念无力又昨天。最近那个剧不知道能不能看啊。哈喽啊哈喽啊，扫黑风暴结束了，我来看一下吧，第一集开始看，等准备出门还能聊会天跟大家。哎，我想试试这个 PK 是怎么 PK 的，但是我们没有人，我害怕。欢迎不关空空的事，欢迎新进来的朋友。想着一回也就出去了。是我看不见弹幕还是没有人啊？Hello，若木。下午好。是没有弹幕，我就说为什么没有人说话呢，就很奇怪、尤其是我这种聊天就感觉没有人，然后就我一个人的感觉。下午好，若木。晚上我就不播了，一会儿要出门吃饭。想试试这个 PK， 不知道能不能行啊，试一下呗，应该没事吧，我觉得。试试啊，随机连麦，随机连麦应该会好一点吧。优先匹配成功，晚上播播了，去吃饭就播一会儿。我们好了，哎，我怎么看不到啊？卡住了我吗？啊，对，我看不到哎。啊？为什么？我看得到你啊。啊，我看不到你，就那我先走了。啊，好的。好，拜拜。真的看人，不会是我这有问题吧？就是因为晚上播不了，然后我现在播一会，但是就不打游戏了，打游戏来游戏更加暴躁。Hello， 小姐姐。Hello， 我看不到你。谢谢玉啊，我黑屏了吗？是因为我的问题吧？等一下，这怎么弄啊？我这好像卡，是我的问题。哦，看到你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好的，我看到了。我还以为我黑屏。小徐，哦，有的有的。我怎么嗓子好像有点喝口水，嗓子有点哑。我是这边把摄像头固定一下。好的。谢谢路飞的大姐。我嗓子哑了，月月，怎么喝口水它还是很哑？
是我穿过来最舒服的。你是原的我。掀起个平行梦，是横屏吗？举杯醉，看清富贵笑往后。关你锤子事！我嗓，那我嗓子哑了，你不是听起来就会不舒服吗？哦，它是横屏的，怎么跟你没有关系的？那你有关系的呀。嗯，俗话。我如此，哎呦，我如此照顾你们的感受，你居然说关你锤子事，我好伤心。这几天你不会是用手拿着播吧？啊啊，我就播一会，播一会我就走溜了，因为我很少用手机播。等一下。哎，这个是着实有点晃。嗯嗯嗯，对对对，确实没办法，等一下。找个东西给他吃一下。好，好了好了好，一水像给他支在这儿应该就可以了。你这话说的好无情，竟然说怪你锤子事，无情典范。我的妈呀！而且我在手机上看影视只有这么大，这么大一点，这么大一点点，在下面，原来是横屏的，就感觉好奇怪啊！天哪 ！Hello OK， 只有自己无情才能不被别人伤害。下午好。怎么了？你是在天山上修无情道了吗？替我开了荧光棒。你在昆仑山顶修了500年的无情道，心里早已无欲无求，你的心像石头一样硬。欢迎青雨。承受着走孤独的时候，应该去群里让他们发一下。不过这个点不是他们还没下班吗？嘿呦。那是电脑放一下。这个多长时间结束啊？哇，10分钟一把吗？这个这么长时间吗？嗯，10分钟一把。欢迎一佑。他这个跟那个全民不一样，全民 PK 不一样。欢迎白条。哎呀，那我可以切屏切出去吗？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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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好可怜。这是结束了吗？还是没有。哦，20秒。那今天你是第一次玩斗鱼是不是？我是播游戏的，我觉得试一下这个，试一下这个。哦哦。播游戏的，怪不得。对，只是要出门了，来不及了，就播一会试一下这个手机的。哦，是结束了吗？没有。啊、哦，为什么这把这么长时间？天哪！
怎么你要是那个什么的话，我们就提前结束。好的好的，那我们提前结束吧，我有点尬在这儿了。好，拜拜。拜拜。欢迎无声啊！哎呀，这个太难了，我觉得在那儿太就也没法说话噻，就很尴尬。欢迎 Lucky， 没人我就傻播了。不过今天晚上就见不到我了，再见就是明儿了，再见我就是明儿了，不要太想我啊！没交荧光棒的把荧光棒交一交，上交一下荧光棒。啊！而且为什么斗鱼的这个 PK 时间那么长，十分钟一把？这得多累呀、放了爱人下，直播间要没人吗？都没人鸟我的呀，瞅一下，如果这周这个谈得下来的话，我周三白天就去拍摄，然后晚上回来播。那我下播喽，大家。欢迎明前，这个花雨红霞，那就明天见了，我下播了，拜拜拜拜拜拜。天下难解的花，